好水哦。准备的材料有这两样，今天不用用胶水哦。本来是要教大家做另外一种，我觉得用这个方式做出来的鬼口水比较接近外面卖的。是娃豆浆。对，通常用在布丁、冰淇淋啊、优格啊，还有火锅料都会用到关华豆胶。火锅料为什么会用到关华豆浆？因为它是天然的蒸头剂，在食品材料行买的。关华豆胶呢，又叫瓜尔豆胶，接触到硼砂，它就会产生聚联作用。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两样来做鬼口水吧。首先准备一个容器，还有一只脚。装温水，准备一个筛网，筛网是避免光滑豆胶结块哟。准备了一个量尺，先过滤光滑豆胶的粉，慢慢的放进去，搅拌均匀。好像下雨哟。是下雨吗？比较像下雪吧。好了，都敲完了。妈妈你好，我是统一机器人，把里面的搅拌均匀。像这种结块的就可以拿出来，有过筛之后都很均匀。大家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颜色，那我们今天加的是金色。搅拌均匀之后，我们要来加隐形眼镜冲洗液，加少量的隐形眼镜冲洗液。好像这样哦，好像金球，好像转轮金球，因为会一直转。你看我上次，你不要摸它，你看。好好玩哦！可是我不敢摸。我大概就是做到像这样子，就是它下去的时候会有端一声这样，就是完成咯。看不粘手。是妈妈前一天晚上做的，然后它其实是加了金葱粉，建议大家在做的时候可以用颜料就好，不要加粉类或者是亮片，因为加了之后比较容易粘在手上。你看这个好漂亮的金葱的，妈妈做吧。老师，我们要下课了。下课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大家拜拜。喜欢恩恩，记得按订阅哦。老师，大家拜拜。很难带呢，但记得按订阅哦，让老师按赞。拜拜。原本累啊。